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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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, hello,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阿皮啊。那我今天要来介绍这个安娜多利叶，她是来自土耳其的。对，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她一送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盒子，一个铁盒，那里面呢装了一大堆 cheese 片啊，这不是 cheese 片的。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喜欢装一大堆的 cheese 片什么东西，哦，它是泡棉，它就一般的泡棉这样子。OK。那因为我先把它拿出来，因为如果我先顺序搞错的话，我泡棉可能会洒一地，浪费蛮多时间的。OK，那我就把它放旁边了。OK，那来，我们先测一下重量，重量。80公克，80.3，好。然后这一颗是。Hypothesis，它是 V2 版的。那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一下 V1 跟 V2 的差别。OK，这里大概60米左右，算是一颗中等，不大颗也不小颗，算中等的大小的 spinner。那这一次我们有进4颗安娜多利叶的款式，那一样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。数量都不多，那很抱歉的，就是说，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进了之后呢，可能要等下一次进，可能要有一段时间。那它的零售价在我们台湾，我们是定大概在3500左右，3500就每一颗都是3500，就不管你买哪一个款式都是3500。OK，那好。那我工商服务到这里，那我开始介绍，OK，我开始介绍这一颗。那这一颗呢，我一开始我在网站上或者在网络上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还蛮喜欢它的。然后可是当我拿到它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它真的是有一点过分了，它东西真的有一点过分了。它既然会有一种看了之后超想睡觉的感觉，每天应该说我拿到的时候，我转它我就觉得有够想睡觉。那里面一样是阿里巴巴的培林，OK，好。那对盖的部分呢，就是一边它有刻他们家自己的 mark，那另外一边就没有。OK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有刻他们家自己的 mark。那这一颗很好玩的地方在哪里？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下，大家听一下，这样你们有听到吗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，哦，这样比较清楚。那。你拿到耳边的时候，它还会有一种一直的感觉。对，那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让大家听一下，就是它的声音。再转一次，OK，它会有一直的那种感觉。那它在转的时候啊，如果你注意看它，你会觉得有一种就是一直被旋进去的感觉，你知道？可能在影片上你看不太出来，可是如果你像我这样肉眼看它，就是视觉性，它会。慢慢变大，慢慢变大，或者是反转的时候，来反转的时候，它就会慢慢缩小，慢慢缩小。所以我觉得这一颗啊，在创意性上真的是很足够。那我先讲一下它 V2 跟 V1 的部分。它以前做 V1 的时候呢，是没有这个框的，是没有这个框。所以你如果是 V1 的话，你可能不能发出这种声音，就你不能发出这种声音。那你又发出这种声音，然后又看着它的。漩涡的形状啊，你感觉自己快被进入梦乡，快被超度了，真的，那种声音真的是太疗愈，你知道吗？很想睡觉，因为我刚刚在评测之前，我就是一直在玩它，然后就觉得我靠，一直看了，我等一下就不能评测，完全就是想睡觉的状况。那我本来是打算2颗一起评的，可是我发现这一颗啊真的是讲不完，这一颗可能如果我2颗一起评，可能另外一颗就完全被忽略掉，所以我可能是。这一颗要单独讲一下，那它 V2 的部分是只有这个蚊香的部分，这个是蚊香造型啊，很简单的蚊香造型。对，大家应该都会有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比较恶搞的图片，也有人在做蚊香造型这样。那它的声音啊，真的是，我真的觉得是蛮一绝的。那它转动，其实说实在话，我要跟大家坦白讲，它转动时间可能不是非常久，可能。1分钟、2分多钟就紧绷，然后可是它的耐玩度我是觉得很够。那我是建议大家，如果要玩这一颗，不要拿出去玩，因为我觉得，你拿出去玩的话，可能很多人都会注目你，你知道吗？
因为这个声音真的是太疗愈了。你有没有听到？就对啊，这声音真的是很疗愈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当然是觉得说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来找我们。可是这一颗啊，真的数量非常少，真的非常少。所以说到时候如果你们有要的话，我是觉得你们尽快，因为可能下一次要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。我们卖的价格，其实说实在话，我也可以跟大家坦白讲，我们进的 RRP 的价格加运费啊，已经超过3000，就是如果说你买单颗的话，绝对超过3700、3800，那我就是3500这个价格，真的是还好而已。OK，哦，这个声音真的是很神啊！哇，太过于疗愈，我觉得我再讲下去我可能会睡着。对，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一颗啊有什么意见，或者是有什么建议啦，有什么建议的话，都可以再跟我讲。那我们近期就是会进这一，就是会做这一系列的，就是安纳多利叶的报道，不是报道，评测。对，那如果说大家有其他想要看的，或者是说对什么东西有兴趣的，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讨论一下。真的不一定说在我们粉专就一定好像一言堂一样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发表意见，然后多告诉我们说哦，你想要看哪一科，或者是说哪一科对普罗大众会比较有兴趣。像我们这里也有 Rotabelae 的啊，然后也有可能比较稀有的就那个水沟盖可能是下一个礼拜的重点，就水沟盖。如果大家知道了 Ferrex 水沟盖的话，水沟盖我们下礼拜也是一个重点。那我们可能会下礼拜到货，那我这下下礼拜讲说下下礼拜到货。那我们单单就先以安纳多利叶这个部分先跟大家介绍。那其实安纳多利叶有很多款式，它因为我那时候要订5个款式，可是到最后来的时候只剩4个款式，因为有一个目前难产中，难产，因为它可能要做一些修改。那其实这一个我就觉得其他这4个系列啊，都各有巧妙不同啦，因为这4个我基本上都在我这里，然后我都有摸过，那它都有巧妙不同的地方，所以说大家可以在粉砖上或者是在 FB 上面啊，在那个 YouTube 上面都尽量的关注我们，因为虽然说如果说应该说大家如果没有应该说没有买到的话，至少看看影片过瘾，对不对？不要说哦，我们其实输人家，就是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，我们输中国大陆这边的资讯是输蛮多的，就是我们台湾的 spinner 的部分，我们输中国大陆这边啊，输新马一带啊，甚至越南，其实我们输很多，因为人家很早就已经在准备做一个就是 spinner，然后推向国际的部分，可是我们到现在可能还没有人去做一个这个部分。那当然，我也是希望说，如果台湾的有作者能够推的话，那我也是很希望帮他做一个介绍。当然，转转之星也是一个，那我们也会陆续的做一些转转之星的报道，不是报道，评测。那现阶段的话，可能会先以安纳多利叶为主，因为转转之星也有国外的作者找他们联络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部分，就是我们会慢慢走出去国际这个部分。那转转之星这里我也有一颗，人家借我评测的，那我到时候也会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作品。对，那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去支持台湾这边本土的一些原创。OK，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那我明天还是会有一个安纳多利叶的评测，那我还在考虑说是要做2个还是做单一个，那到时候再看看。OK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拜拜。